就是法师的代言人，他玩的所有法师都是。行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波的话，我觉得 H 汤会可以打，因为达摩不在。对，达摩不在，正面团战上是一个以少以多打少。哎，首先虞姬被梦泪带走了。好，这边梦泪的话是击杀了虞姬之后再反切，是击杀两人。现在伊斯坦能不能再守住？